统称凤麒麟最漂亮的部队——人造传奇。人造传奇固定的故事，新外历史人物，传统的戏码，现代木偶演技，最经典的造型，布景，最玄妙的接骨柔情。看帝王如何爱妲己，看天下好汉怎样拼江山、立忠义。由香港张国荣畅销漫威，以台湾霹雳国际多媒体携手合作的创世纪故事。人造传奇即将与您见面，敬请期待。人造传奇。